小花，小花，欸、你干嘛？走快一点啊！走那么快干嘛？因为我急着要去看彩虹妈妈来讲生命教育的故事啊！哦，对哦，今天是星期一耶！对呀、啊。我好喜欢听那个彩虹妈妈讲故事哦，因为每周一跟每周四啊，都有在义载国小，他们有晨光的教学啊，彩虹妈妈都会来哦、嗯。我觉得我们好幸福哦。可是我有同学是石门国小哎，哇，那石门国小更棒啦，因为他们有课后班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有哦，非常精彩哎、啊，好羡慕哦。怎么样？星期一到星期五。4点到5点半都有哎、欸，对，每天都一个半小时哎、欸，好想去哦！而且听说他们有折气球啊，做点心啊，还有唱歌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哪天一起去啊？好啊，当然是没有问题哦。翘课去，翘课去。对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嗯、本周三呢是国定假日哦，没有学校没有开放哦，所以不用到学校来。哦、星期三清明节就是学校都停课一次，对、嗯，所以记得不用来哦。哎、嗯。欸小草，你的发夹怎么跟我一样啊？小花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啊，当然有好的东西要一起用啊。哎，我们老师妈妈来了啦，哎，赶快啊，知道知道，赶快哦。4月3号礼拜二早上的茶经暂停，还有上午在新南协进跟西门国小分别仍然有晨光教学哦。嗯，下午3点半在奇美医院的病房。仍然有诗歌福音队，礼拜五下午3点也有成大的病房福音探访，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这个事工一起来祷告，让每一个病患每一个家属也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。是，嗯。4月4号星期三，虽然是国定假日，嗯、但是教会仍然有开放哦。哇，但是我们的大学牧区，他们这一群大学生，他们要到长荣大学进行大地游戏，真是年轻又有活力的牧区啊！哦，好想跟他们一起去哦。那但是呢，教会有开，但是各牧区的福音事工会暂停一次，因为是清明节国定假日。还有晚上的门训课是明真传道所开的《使徒行传》。有报名参加的学员弟兄姐妹，请要按时间上课哦，请记得哦。4月5号星期四晚上7点半，在3楼的大会堂有受难日的联合圣餐室与洗礼室。另外，在4月8日主日的第3、4堂皆有受洗礼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，并为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。4月6号星期五早上，仍然在协进国小有晨光教学，及弟兄姐妹一起到学校为这些小朋友讲生命故事哦。那同时间就9点半在教会的雅歌厅有妈妈小组的联合福音茶会，这次的主题是复活节的喜乐。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妈妈们、还有朋友们、姐妹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福音茶会，也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。晚上7点半有成大医务联合团契的奇异恩典复活节音乐会，部分同工将前往服事，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哦。希望我们的歌声成为他们的祝福与安慰。4月7号礼拜六上午9点半祷告会在雅歌厅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加哦，建立教会的祷告祭坛。用祷告彼此扶持与征战，相信是对抗仇敌最有力的武器哦。下午3点在大卫厅有芥菜种的周末营，欢迎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同来前往参加。下午3点英语部的聚会在淡依礼厅，这次邀请到王洪恩弟兄，他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It's just not fair， 不公平。美珍，我觉得上帝真的不公平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什么你这么瘦呢？为什么你这么漂亮呢？真是不公平。又可爱吗？对啊，因为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各种不公平啊。那圣经怎么讲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英语团契一起来听听看 Dan Wong 要跟我们分享的 It's just not fair。 哎，小草，你看门训的简章出来了耶！门训的简章哎，对，刚印好的哎。对啊，我告诉你哦，有一门课很适合你。真的、哦？是哪一门呢？合神心意的女人。哇，我好想当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哦。啊、我知道那个你很欣赏郭美珍姐妹，你很想跟她一样。
那他已经开第三次了，我觉得你很适合去上他的课。真的、哦、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耶、欸、太好了。那我跟你讲哦，这一次很不一样，要赶快去报名哦，因为他上面有写说、要在那个报名的期限以内要去报，否则每门课啊要加收50块。哇，请大家一定要在报名期限内报名哦、嗯、让同工们啊他们在作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方便有效率。嗯，小花小花、嗯、你不是说你很想要学乐器吗？对啊，我好羡慕那些可以用乐器服侍上帝的人哦。对啊，那你赶快。那我可以上什么？嗯，你可以上了很多内容的课啊、嗯、比如说小提琴啊，基础乐理啊，大提琴啊、嗯、吉他，有好多种课哦、啊、那我来上小提琴好了、嗯、我可以上吗？可以啊，你只要看你符合这里面的哦，我来看看哦，它这里面有写说、嗯、要一年内呢要修过圣经跟信仰课程哦，嗯，而且要稳定聚会是半年以上哦。有受洗过、哦、我从小就在这里了，我受洗了、嗯、那你应该是符合资格哦、哎、太好了太好了，嗯，快去报名吧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，要记得去报名。那礼拜天的三四堂是不是有特别讲员？哇，他是由华神的周公和院长为我们来正道、嗯、相信昨晚的主题啊，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多的收获啊。第三堂的主题呢是两种祷告，还有第四堂的主题是恩惠的道。嗯，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啊，主日来聆听啊周院长他的正道哦、嗯、他的分享啊，他的讲道我想一定很有深度，一定很有收获，一定可以激励我们的心。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听得懂。哇、嗯、是哦，我们互相加油打气吧，要做笔记哦、嗯、好好。还有就是星期天啊，因为那个威灵路老师的婚前辅导还有婚后更新的课程要暂停一次，请弟兄姐妹要记得哦，暂停一次，下个礼拜天再上课。哎，小草，听说上次月考啊，你进步了50分呢。对啊，我进步了50分，所以我就有资格可以申请教会的奖助学金哦。啊、哦，好羡慕你哦。怎么啦，小花，你也一起努力嘛。嗯，我这次不过这次数学终于及格了、嗯、终于及格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耶、嗯、我希望我下次跟你一样也可以申请教会的奖助学金。好啊、嗯、你要一起加油，我为你祷告哦、嗯、对啊，就像辅导常跟我们说的啊，嗯，就是我们要有在生活上啊，在 学业上啊，还有在教会的服事啊，我们都要有好的见证。对啊，成为大家好的榜样、嗯、大家一起来加油哦、嗯、别忘了哦，奖助学金的申请到今天4月1日截止哦，请申请的弟兄姐妹要注意时间哦。嗯，那拿到奖助学金你要做什么？哦，要记得把1/10奉献给神。那其他的呢？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冰，或者买个漂亮的花、啊、也很不错哦。太好了，要记得我，我们是好朋友哦。嗯，好，那要申请奉献证明的弟兄姐妹们呢，请在柜台登记哦。嗯，那星期天下午1:30在雅歌厅呢，哎，牧师终于回来了，然后我们牧师回来了，要开执事会，我相信牧师一定有很多的意向，很多的感动，要跟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还有同工们来分享，所以请同工们执事一定要把时间拨出来，准时参加哦，牧师会点名。嗯。好，下午2:30到3:30，牧家牧区他们有去迦南疗养院有福音行动，那愿上帝祝福他们手所做的工，能够带给那里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平安喜乐。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牧区、嗯、小组，一起成为喜乐的肢体哦。嗯，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像我们两个好同学在这里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，好开心哦。我是小草，我是小花，谢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张开你的口，打开你的心，高举你的手，用心灵来歌唱，抛开一切忧虑和所有的烦恼，就从现在起。
在这里住。